色彩占卜测，你是团购达人吗？有些人为了省钱爱揪人团购，你也爱团购吗？快来玩宝咖咖老师的色彩占卜，看你的团购达人指数有多高吧。测验开始，今天要约会，你会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 A 的人，你个性随和，只要找你团购你都会加入。哎哎哎，团购哎，你要看一下团购吧。好啊好啊，送我一份送我一份。哦，麻烦你啊，谢谢。哦好，那我帮你写哦。好好好。常不小心买到用不到的东西，怎么那么多卫生棉啊？怎么回事？就上次团购的啊，你不是说要吗？我帮你登记啦。团购卫生棉，团购达人指数60%。选 B 的人，你无法控制购买欲。你看你看这件衣服很漂亮哎，可是它特价还要10000块，好贵哦。不过他这边有说满十件会再打6折，哎，还是再省一点呢。看我们赶紧凑个10件好了。啊，还要凑10件哦。对，只要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二话不说就买下去。哎，你怎么已经买了啦？哎呦，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件衣服啦，所以我等不及团购，我就自己先去买了啦。想说凑个10个很便宜多了。团购达人指数15%。选 C 的人，好可爱的笔记本哦，要是可以便宜一点就好了。打电话问一下卖家。终于谈成了，买20本就可以打7折，太好了。你为了买想要的东西，又能达成省钱目的，总是不遗余力的揪人团购。18本，加我69本了，还差一本。我们整个笔记本现在差一本啊。可是我笔记本很多，我不想买。买了，跟我们一起买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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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我一本好了。团购达人指数90%。选D的人，你的克制力强。小花小花，我们现在团购那个肉干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团购啊？可是很便宜耶，现在团购的话原价150，我们这样团购下来只要80块一包，而且还免运费耶，你可以买来就是当那个年节的送礼啊。好用啊，我没有在送礼的。对于不需要的东西，即使便宜也不会购买。好吧，那我去找别人好了。团购达人指数40%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